哎，你先，我先嘛。咱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吼，嘿，我是这个保生大帝唯一指定安南区嘿市议员参选人王明彦。哦，兄弟啊，你干什么？要输啊？降落，降落。哦，真不愧是海线小黑面，阮是海线兄弟啦吼。对啦，啊，大家好啦，我是台湾基进大北门区的市议员参选人黄建昌。对啊，现在画面看到我嘞，好开心哦、喔！我的天，啊，今麦是咱中昼食饭的时间啦吼，是，嘿啊，咱特别嘛，甲大家来做伙食饭，啊，唔知啊，建昌你今日食啥物件？我今啊、喔，今啊，这画面刚翕袂到，会啦，你啊爬起来吼，你啊爬起来，这我相信我拿起来，应该大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只要一倾斜，它就会掉汤出来，对，但其实它就是鱼皮肚粥啦。就是，嘿，阮伫迄边拢会讲啊，头家姐是不会煲汤啊呢？啊，歹势，今仔叫汤，因为我迄落呐，最近在这个168无啦，哦，不要无情揭露，不要无情揭露，嘿，这个状况的时候，就是嘿，现在在戒这个淀粉，好啊，现在所以今天叫鱼皮肚汤啊，我们在海鲜吼，就是只要去后迄三百一点。哦，这三杯鱼拢是交伊叫这个鱼皮刀汤，嗯，啊，就一个来吃啊。通常咧边啊，佫会有加一碗肉丝饭。叫安尼说，就是安那边安尼叫。啊，你叫你肉丝饭咧？叫他肉丝饭，伊啊，就大多讲的嘛，就减这个淀粉，所以嘿，暂时先卖食嘿。你唔是已经瘦120公斤啊？咁要戒淀粉？我讲了这样我真。无咱现场拍一个啊，旧年的相片。这是直播应该没有这种功能。我没找到。我看到有人进来了。哎，简同学哈，好，任同学，大家好。众人 ，Hello， 午安。你家的那个茶叶蛋超好吃的，对，而且不是淀粉类，我就可以吃。对吧？反正就是在海线呢，我们都会叫这样的一个 set。最大的原因在于说，其实全台湾整个这一个饲牧鱼产业啊，你知道总产值多少吗？总产值哦，猜，尾巴是亿，十亿，五十亿，哦，叫你猜，对，2020年的时候，整个台湾价就49亿多啦，那我们就直接四舍五入进去，就直接的50亿，50亿耶，对，全台湾50亿的产值里面，台南，台南，你觉得占多少？30%吧，五成，对，就是全台湾吼、哎，你只要每两只私募鱼的，我就这样吼，是咱台南出产的，啊，这边吼就是大部分的鱼货的物件拢出伫这呀，出伫咱大北门区以及着恁安南区啦。我知道，因为遐做侪温纳的啦，你咱去到咱去海边啊吼，咱安南区海边啊，其实真侪拢温纳，是啊，一窟一窟啊，逐工拢在放水，嗯，啊，其实内底拢做侪沙目鱼的，对啊。啊，这卖的是吼，他们还蛮特别，就是因为丝木鱼它是草食性，嘿，所以它吼丝木鱼的鱼库内面通常会搁加一项做伙饲，虾米虾啊？哦，所以伊就是同一池内面，伊就会饲沙白鱼，啊搁饲虾啊，啊就加做伙饲。是不是伊迄个虾啊是地栖性的嘛？啊、所以伊会伫迄个池底，嗯，啊沙白鱼就较管一撮，是哦，安尼一池两用诶，不错呢吼。系啊，所以但是吼，我今麦我发现有一池三用。你个池啥？关遐吼，一个足厉害，就是吼，唔知咱个朋友捌听过哦，就是有一个叫做台江渔人诶，吼，这个叫做严龙宏啦吼。诶，啊，咱严大哥然后刷天你看我直播，麻烦甲他 say hello 一下。其实吼，伊个迄个养殖渔业吼很先进啦，因为伊本身吼，因个祖先吼。伫咧开始移民的啦，加即个安南区啦吼，所以讲伊世世代代拢是饲沙白鱼的。啊，但是吼，沙白鱼进前是安尼，就是讲伊的面积真大，啊，需要的人力真济，啊，所以讲伊是一个劳力密集的产业。啊，但是不管因为即个高龄化的社会，啊，个少子化这个趋势吼，所以渐渐个转型，变成讲用电脑来饲沙白鱼。哦，用电脑饲的。嗯，我捌去过伊的迄个战情室吼，有一间战情室吼，大家拢看爱了伊的迄个镜头吼，你翕伊的温啊，伊温啊宜兰嘛有啊，阿南区嘛有，嗯，哦，啊所以伊遐种面板显示，即马水温偌济，嗯，吼啊饲料的程度吼，啊个所有的一挂空气的水中含氧量等等，好来做调整。
啊，所以伊即卖吼，做者迄个伊的人工改由科技来取代，啊，伊即卖敢那伊啦吼，啊，伊两个儿子，啊，个少数的人力咧处理这个代志。哇，啊，但是吼，伊就是你拄仔咧讲的，讲伊除了养殖这个丝木鱼以外吼，啊，个咱的迄个虾子以外，伊伫水面上嘛，做者上新的科技的收入，就是太阳能板。厉害哦，所以讲，一共以板上哦赚绿能的钱，板下赚传统产业的钱，但是已经把科技跟农产农业就结合起来。哦，哎，这先进的哈，这老省哦。对啊，你先要搞各位 burger， 已经把已经发明到伊的丝木鱼当做生鱼片吃，吃个好吃。我之前嘛有看到阮迄个北门区公所伊的迄个简介顶管吼，伊有去讲到这个沙白鱼的生鱼片的代志，但是我有点不太敢相信，因为其实丝木鱼吼，它那一个这个状态啊，就是我是真的没有在任何店里面有看过生鱼片，我顶多看到什么，看到鱼肠哦，啊，鱼肠这个东西也很讲究，要新鲜才能吃，所以很多店里面你如果要吃鱼肠。通常吼到中午之前，它就会全部卖完了，所以大家都要早一点去吃。有咱的迄个网友吼，愿意问讲为什么一半的产量都在台南这样？一半的产量在台南，我还没有去探查为什么。但是其实你如果真的来到海线去看的话，台六十一线哦，你如果是开车，台六十一线你就直直的开。嘿，对，以西没错，好、哦哦，啊，你就直接直直看到往海的那一面，大部分全部都是渔温哦，所以讲台六十一线的是咱的丝木鱼之路了，应该是安尼讲吼，其实就是我顶之前捌听过有迄个咱在地的这个朋友甲我分享的，是讲台六十一线这条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吼，咱的丝木鱼吼，真正是讲咱的这个产地。直送的一挂路线拢是爱靠台六十一线，往北往南拢是。啊，而且因有透早的时阵、中早的时阵、暗时的时阵，拢是因拢会分批处理好啊，送到那个不同的市场。比如讲啊，早起吼，因就足早就送啊。是。啊了，就是中岛阵伊会送买送去港。等等，我想想，安那，会使食呢？会使食呢？导播 Q 可以吃，安尼好。导播 Q 可以吃，你等一个 Angel 来讲，我请来。你先食，你先食，嘿。啊，你食，嘿。啊，中岛，我袂讲了，中岛的时阵，伊就是有出货吼，去迄个食品工厂。嘿。啊，暗头啊吼，因咱有时阵吼，迄咱是毋是迄个透早的时间会食迄个鱼汤嘛？啊，就是暗时啊，吼，就是去上火家的迄个店来处理，因为因清晨就要开始做生意，所以这台六十一线在讲是丝木鱼之路啦。你对透早跟暗时啊，拢一定有迄个相关的这个货运车底下走来走去，所以足重要，是安尼啦。是，我知影讲咱台南吼，这边尤其是咱海线家，这个政府吼，开的，我之前吼为了要做这个交通专题啊，好，我有去查咱台南这边的这个交通经费拢开不得去，开得。伫市区我唔敢讲，吼，市区咱就唔是市区啊，咱是咱是超地所在啦，吼，歹势歹势，就是大家知影讲我大北门区这边总共6区啦，嘉义、西港、七股、将军、北门、合甲。哦，你念了爱怎啦两秒钟呢？所以我平常时啊念较紧，嘉义、西港、七股、将军、北门、合甲，嘛是两秒钟。谢谢啦，吼，嘿啦，啊，就是这个，我有去看这个经费的分布吼，是，伊大家拢会认真讲，可能开伫咧什么哦，要做公共运输啦，啊有，什么的？我等公车等到戆面，你公车未来咧。公车迄是另外一个话题，我等下提供一个最近新的物件。好，吼啊，就是讲OK， 咱可能认准讲啊，就公车嘛，吼啊，就搁一寡补助啥物的，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所以可能一些公共运输的业者可能有受到影响，啊，可能去人补贴。结果我一看迄个数据的时阵吼，一定管下呐，一定管下的是农渔路的这个修缮呐。就是吼，遐个产业道路，伊是惊吼会拄着一挂歹鱼，或者是安那的。啊，若是遮个路歹，因当遐鱼会送袂出来，所以嘛要去整理遐个路。你的意思就是讲，我即卖温啊，吼鱼温啊，吼温啊，我即卖物件吼，哦，即卖鱼啊拢高高好起来，嘿，啊，即卖要出货，迄种鱼露，吼，对，啊，农露咧，
农路同款，就是我种迄个种田，系啊。啊，田花边啊，迄路呢啦。嘿嘿嘿嘿嘿，算是把这一个，就是要把货吼运出去吼，啊进来的那一个路，把它给整修好。啊，进户进卖就是大部分时间拢在做这。我知你意思就是，就是人进来货出去。哎哎哎，底这个平台公司敏感，他敏感淡薄。啊嘞，是嘿，原来是安尼。哦，了解。是啊，所以就是大部分的经费拢开伫咧遮，啊，就是变成讲吼，为迄个交通经费。嗯。但是，大多你讲到客厅啊，啊，佮有讲到迄个公车，应该讲讲到公车啦。恁遐唔是迄个甚物小黄公车吼？对，我说就是要讲。给咱介绍一下，甚物叫小黄公车？小黄公车咧，伊基本上是安那，它就是呢，咱话的所在吼，伊可能较无人担保啊。小黄公车是安那？小黄公车伊就是用小黄客厅啊，吼来做这个公车运输，诶，这个路线，就是你平常吼等公车，按时间表讲哦，十点会有一台公车过来，你就会看到一台吼长得像计程车，但其实实际上是公车左右的计程车，计程车动作公车在用，是，诶，袂歹呢，系啊，诶，再去领导甲你载无，诶。伊只要吼，伊就是这个你家在站牌一公里内吼，它就是可以到府接送。哦，但是它的状态就是说，除了固定时间以外，就是你如果前一天你就知道说你明天哦要去哪里，比方说它现在这一个小黄公车它的路线，它最主要要跑的地方是哪里？医院，因为它要先满足这个就医需求。对，医院，嘿，所以伊就是讲吼，即卖有开七股啦。啊，佮有开即个将军，啊，佮有开北门，即三区，吼，因为即三区进侪人较侪，啊，就是讲因个进侪人较侪，就变成讲大家隔较远淡薄啊啦，啊，就是即个公车路线就是让计程车去跑。第一，它不会像公车一样说，哦，我开这么大台车，结果只载到两三个人。啊，我就这条路会亏钱，我就干脆不改善我的这一个冷气设备啊，是讲司机的素质。伊的变形工，哎、欸，哇，小黄，吼、来取代这个公车的路线，吼、接下来这个算司机吼，啊，佮有高品质的这个客厅啊，吼、去把遐个人载出来，去到因所要去的所在。哦、你只要前一天吼，暗时啊，前一天五点，暗时五点进前，吼、敲电话去加这个算零六。啊，三百万，零六三啊，后面六个零，好，哎，这电话要记啊，哎，我拢甲记起来，啊，就是零六三个零，零零六三后面六个零，好，你就可以。有小黄公车。好，哎有呢，怎么？哪里？那荧幕上。哦，荧幕上有小黄公车，真的假的？好 ，OK， 我没有看到，但是不要紧，好，就是。这个小黄公车基本上就是前一天你可以先打电话预约，只要两个人你就可以预约成功。哎、欸，蛮好的嘞。嘿啊，哦、通常就是你只要譬如讲我住伫咧七股大家，好、哦，我就是隔天啊想讲啊，就要来这个家里机密看一下病医，看一下医生诶，看病医没错，因为买病医呢。哎、欸，最近马斯克公被被踢开，哎，他买下来之后把它删掉、欸，希望他做到啦。嘿、欸，阿哥就是我只要要去看医生，吼、哦，啊，就是我前一天就当接完孙的，哦，还是接完老婆的，吼、哦，啊，就要来病院，啊，无我敲电话，吼、哦，啊，甲伊讲我要去，啊，我甲阮老婆的要做伙来，他就可以，哎、欸，你如果站牌一公里内，他到府接你，然后直接哦，直接开到。医院那一边，他中途不会再去载另外的其他的客人。就刚刚陈秋丽在叫客厅啊，了解。像另外那些夜修会加公车赶快八公里内免费。嗯，嘿。哦，安咱在听咧建昌吼，一路咧讲来，知影伊对这个交通的政策其实是研究很透彻。美术刚刚交通局咧做政令宣导赶快吼，嘿。啊，所以咱来问一下啦，今日的正题啦，今日有啥物题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南京吃吃饭的。来，那个，台南海线选区跟选民的特色是什么？哦，那在考我就对了。哎，对啊。来，海线，咱这个，我先讲。我先给大家报告吼，因为建昌是大北门区，都要讲因为有六个行政区啦吼。啊，我是伫安南区啦。啊，其实阮两个诶，迄个选区是连做伙。啊，多是台南市诶西边啦，吼，算是海线啦，吼，海线啦，吼。啊，所以讲到海线吼，大家印象是讲海线是虾米款的？这个
特色呢，就是民风剽悍啦，民风剽悍。吼、哦，是啊，我来大家报告，我较早吼，唔是较早，最近吼，甲人咧开讲吼，咱遐个地方耆老吼，地嘛不讲介老啦，年轻耆老啦吼，哎、欸，伊、欸、就甲我讲，伊讲吼，哎、欸，明仔你知影咱家吼，我听有一个所在叫做海尾寮，吼、嗯哦、海尾寮，吼、哦、海尾，大家听海尾这个地号，明仔会知影，伊就是海的最尾端了，嗯、海尾佫过得出海口啊，伊讲咱家吼是安尼啦。咱遮吼拢民风剽悍，吼、嗯哦，较早吼，迄个唔知咱较有会诶，即个听众诶观众朋友应该知，较早有一个叫做十大枪击要犯的即个物件，有无？有啦，有捌听过吼？哎、欸，加一个榜单啊！对对对，迄个警政署八号分局拢有迄、那个吼、嗯，用一个榜单安尼，吼、嗯，安、哦、尼、啊、你有会啊？好，即马真拢无啊吼，吓、欸，讲迄个枪击要犯吼，拢定啊拢会伊要走路嘛。啊，用四界去人抢劫，用去绑票好嘢人会偷鸡，吼、嗯，也是讲倒位有交警，吼、嗯，就去抢安尼。啊，因为海尾寮遐吼，因为咱大家拢日时啊拢咧做事吼，啊做忝的，暗时啊食饭饱，已经无代志，啊，就创，就我伊一只十三支啊咧吼，哎、哦欸哦，啊六只是八刀啊咧，哎、哦、哎、欸欸，这是很熟悉的、欸。啊，所以讲吼，桌仔顶现金拢足侪啦。嘿，嘿，哎，啊，迄个十大枪击要犯，有一个叫做黑牛黄宏玉的吼，敏感不甜。大家唔知的，这个朋友咧，再去网络 Google， 哎，较早出错的吼，真凶。啊，拢是假人抢，啊，就知影讲阮遐海买了吼，怎啊来现金真济吼，就呛声讲，哎，安尼我要来，嗯，恁咧吼注意哦，吼，我什么时阵吼要来家恁家抢劫，嗯，钱传好好，嗯，哦，啊，就是讲有风声嘛，啊，咱遐海买了乡亲就想讲好哦。无要紧，你载你做你来，嗯，无要紧，你放马过来，嗯，好，来等我嘛，嘿，啊，你讲因着吼，但每拢叫迄少年伫门门啊，迄个庄庄啊头迄个路口伫遐等，嗯，我伫遐等，看你当时要来，哦、啊，呛声呛声来等啊，等哦、来等，嗯、结果等你过外月拢无来，全去抢别位，所以你知影咱遮吼海鲜的选民吼、嗯，民风剽悍。哎，真正有够剽悍的，连那十大枪击要犯拢会惊。哎、欸、干，但是我但是吼、喔，以上这些内容是迄个阮的耆老甲我讲，未经证实啦吼、喔，所以讲这些准确度，嘿，大家会使做参考啦，是讲一个趣味的故事，大家听、嗯、是安尼啦。哎、欸，但是我、欸、我达到听了这個，其实我感觉可信度嘿很低，漂啊，很高。我刚刚讲可信度其实很少。未少吗？未少的原因，嗯，是是安尼，就是咱其实吼，这个海鲜啊好吼，也、嗯、是阮遐吼，拢、嗯、是其实做早进行的开始有形成的一个算区域安尼，嘿、嗯，所以阮迄边吼，就是有一个算顶头啦。哦，我进前有翕一间影片咧讲这个，有我有看，我有看。啊嗯、其实就是因当初时吼，因遮的人因为着要来修复家己的砖头，所以因其实拢会以庙为这一个中心点。众人讲较早海山爱抢水啊，正则爱抢水，拢加低头咧 PK。哦，安尼真用。那我们就是安尼。感谢众人补充。哎，对啊。哎、欸，庄真峰，我看到你哦，你刚刚说双胞胎是怎样啊？嗯。好，不管，反正刚刚正头讲到一半、啊，暗时啊来还不会了不得吼，因为你要来登了对啦，又要登了对啦，伊刚刚把老阿南人哦，啊对，阿南区，你要注意哦，我知，因为你个势力比你庞大，阿林顶头人呐、啊，哎啦，顶头的这个状况就是讲吼，因为较早进前不是弄海盗吗？哎、欸、有，哎、欸、啊较早进前蔡谦呐吼，哎蔡谦，蔡谦，蔡谦，哎这你讲的这不是我讲的啊，哎我讲的。啊，就是吼，我们为了要抵御海贼，所以我们其实自己都会以庙为中心点，然、啊、后去训练我们自己的民防啊。嗯，啊，通常拢是大概这些资料吼，啊，可能暗时啊，咱就来伫迄个圣彼得厅头前，啊，咧练武功，吼、哦。哦，啊，谢金燕有代言呢，不，绝对不，无啦，伊讲第一人，我小看袂过。高阳人啊，高阳人，好啦，哎，领你带伊来哈，啊，唔过就是。这个练拳头啦，练拳头啦，啊，就是当初时吼，就是郑成功伊迄个来到台湾的时，伊阁把遐军队的基训吼，教予遮的村民，啊，互伊较有这个系统性的去训练家己的拳头。嗯，所以其实当初时就是因为有这个文化哦，拳头大家守护家己的砖头，以及在后壁阁有一个系统性的训练。嗯，其实大家拢有一个国防意识，三星就是讲哦，我爱守护我的砖头。诶，按迄阵的拳头。嗯，传统的顶头跟咱今麦看的顶头有啥无同？今麦
顶车时的顶头是真正会当杀人的。我讲的是今麦的顶头嘛是会使，但是黑衣人呢？因无穿黑衣，因拢是白色的上衣，吼、哦哦、啊绑迄个红色的啦、黄色的啦，吼、哦、啊，他那个颜色也是各间公庙或是各个馆会有不一样。我知啦，你意思就是讲，顶头就是较早装下来咧凝聚感情，吼、哦、啊，真讲保护家己的装下头，是吼、哦、啊，有代志大家到收听，是嘿啊，但是即卖顶头拢较商业化，吼、哦，这是你讲的。较商业化嘛，对啊，因为我之前捌听过迄个你带我去认识一个老师嘛，对，伊讲咱即卖因为少子化，对，啊个工商业社会，所以你较早的顶头是讲怎啊来吼，时间、啊这最近后两三个月后，要闹热，啊大家做伙来练，暗时啊大家吼、下班做时刷来练，啊但即卖大家拢无闲嘛，有诶个三班制啊轮班，啊所以变成讲无法度安尼聚集、啊但是大家想讲有一个。拍摄一个心理就是讲，啊，我人无法度教，无我钱教好啊，吼、哦，所以讲定是讲，变讲，无讲该欠钱，那是该欠人，哇，啊，所以讲变得慢慢就是讲、這個，你讲的钱，我想要岔题一下、啊，最近政治现金专户已经打开，你不知道刚刚有放小黄公车上来，接下来要不要放一下政治现金专户？好，好，好，来来起一个，好，嘿，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嘿，我们现在在等监察院过，嘿，再一阵子，再一阵子，開玩笑，我们再来拍，好不好？下面就帮我放一下。啊，所以讲吼，就是迄、那个，咱看现在的顶头变得较，迄、那个算讲较专业，职业化啦，是专门的做顶头的这个公司啦。哎呀、啊，所以讲，咱迄时阵甲建昌去拜访地方的一挂老师，有一挂感叹啦。哎，就讲这是这个较早传统社会的功能，慢慢就去有商业性质取代。是 好啊，唔好，大家去判断啦。就是讲，因确实都无迄个时间通去练安尼。所以讲顶头这真正是袂歹啊。是，但是即卖其实阁有一挂强调吼，因就是同款顶头吼，因同款教练啊，因去算一般市区的囡仔吼，因可能上课上了，因就去补习，因就去补英文、补啥物嘅。但是阮遮吼海线的这个囡仔人，因为家长因会送去对，因会送去宫庙内面，互因练顶头。这可能交大家这个对顶头的这个印象无同，因为大家吼即摆，我其实足无介意讲这个事，但是因拢会去讲顶头就是八加九。哦，我感觉讲这其实是一个算污名化这一个文化的代志、所以我足无介意这个事的。但是就是同款吼，大家可以看到哦。即、这个咱海线这边拢是认真材实料、因为咱是为着要来修复家己。有我来讲，咱即马只有旗红来补充。伊拄仔讲十大拢抢大咖，讲核心吼、核心的杨公子啊，核心敢若伫阮安南区，敢有一间公司真大间。啊，迄个闽鱼吼、应该是闽鱼，讲迄伊若讲迄大天讲七股矿泥咧起工厂，拒绝污染，修复农渔业。刷一下车开来的阵。在地人倒伫涂骹，哇！嘿，周董刷条车，你看这有够雄的，哇！那赞啊，爱乡爱土爱人民，嘿啊！其实你同你参照即卖嘛是同款，咱迄、个中医中兄弟，即卖我嘛想要来讲一个大家，迄、个正经唔知道有关注到无？就是我面册其实第一篇文章就是咧写即个咱大北门区这边有一件抗议的代志，就是即个北门吼有一个所在锦湖里啊。锦湖里伊迄边要起一个算土方厂，吼、当地民众因当然嘛是无爱啊，因为四周围边拢是气温啊，拢是残花、结果伊中就甲你起一个迄个啥沙迄个土方厂、啊，这个土方厂的负责人佮去我查着讲，吼、伊有一挂算不良的记录、他过去就有用这个废水吼、去冲填这一个环保局要的这一个所谓的桶废料桶。这些环保记录其实都有在案底上面。结果这个人呢，伊甲迄间公司收收的，伊阁成立另外一间公司，也你变成讲我公司倒去，啊，我遐的钱可能哦，可能无了吧，是安那，啊，我阁成立一个新的公司，我又是一个新的人。嘿啊，拢用这个技术在讲迄、那个，啊，就是伊安尼阁倒去有无？伊原本要伫遐去，啊，迄当地的民众哦，因就团结的哦，因就是规个因家己的车塞的，啊，就去遐动的。啊，毋过因安尼是同款有代价，就是因买手去互遐个警察抓扣去啊。啊，就是市议员吼嘛，当有零星几个在替因发声，还是安那？了解。我刚刚讲这真正足可惜的。啊，毋过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持续的去关注地方，因为大家吼很多很多，他们这一个闲物设施啊，他们都会市区不要嘛。闲物设施是啥？
哦，你讲像焚化炉、垃圾掩埋场这种，哦，了解。就变成讲吼，伊会感觉讲啊，市区的沟通成本甲双撇会较济，啊，就变成讲拢甩来咱海线遮。了解。对啊，拢甲咱东。啊，有啦，我遐嘛有一个掩埋场啦。是。系啊，啊，但是吼，讲到咱这双窟、咱这海线双窟甲双面的特性，其实当然。这民风彪悍是一个啦，但是因是，我感觉个另外一个特色，嗯，真朴实，很朴实啦，好啊，人情味非常浓厚，是，嘿，就特别讲，吼，咱进前公道的时阵，咧选港拢伫市区较济嘛，对，尤其是东区嘛，我有地方要上，安尼吼，我来讲东区是安尼，嘿，咱的吼，咱台南市另外一个东区的候选人李宗霖，伊讲吼，东区是冷漠的东区啦，嗯，嘿，不是。台北市那个东区哦、喔，哎、台南市东区，但是咱遐无讲，我也大家报告，因咱阵出去吼，少街拢穿背心嘛，嗯、啊咧分文酸嘛，嗯、啊有时阵你时啊去，因为上班时间人可能无遐济啊，路里无啥物人，啊咱就伫遐咧吼，啊塞信箱安尼分，啊好不容易看到一个阿伯啊，骑奥多麦过来哦、喔，吼、嗯喔，啊你要甲下手袂赴。啊，就是不务的鬼啊！结果伊伫头前动车红灯，结果翻头过来，我揣一条想，但我是安怎有动到伊的路呢？还是安怎？结果无呢，我揣伊讲，少年呢，你要选举呢？我讲系啦，啊，咱就代表台湾基金吼，即道蔡椒啊来遮吼，安南区参选。伊讲好好好，哦，安尼好，安尼这宣传单，你给我帮你分啦。哦哦哦，啊，行动宣传人呢？对，我就觉得说，哎呦。不一样嘞、欸，嗯，就我们这边的选民吼、乡亲朋友、长辈，其实是很热心，他、很朴实，是哦，就是说他看到年轻的人，其实他是愿意给他帮助的，是，嘿啊，就常常都会看到像我们那边吼，我一回吼，你知道咱的这个观众朋友知无？就是阮这个安南区甲大北门区吼，有一种迄个特殊的一种情况叫做菜车，哦，对啊，大家捌知影菜车这个物件无？非常之多，就是讲吼，较偏远的地区，它可能没有全联，还没有那个大的市场，就一台车就载着很多蔬菜水果，然后就是在每个聚落去贩卖。好，啊，你开到迄个庙的庙埕时阵，甲你放啥？你讲啊，咱即摆吼，过过十分钟，安怎？吼，啊，就是伫咱遮这个庙埕开始菜车吼，大家若有需要，就来。吼，啊，有的是放歌啦，吼，可以讲有人放什么爱拼这样啦。大部分拢是这。啊，不是什么每日拍拼拍拼，有时无小心命，但是种你听着你就知你爱来买菜。啊，我是会当着一个菜车的这个阿桑吼大哥啦，伊甲讲啊，恁大汉其实安尼赞，我很支持。安尼吼，你安尼走吼。无效率啦！我菜车吼，大庙埕拢去走啦，你宣传单给我，我帮你分。是，啊，佫会定期哦，甲客人讲，我宣传单无啊，来甲咱补回。我讲哦好，你是对倒一个庙埕，咱甲你汇合。所以我刚刚讲，其实咱海鲜的选民，咱只乡亲的时代，真正足够多的。就是讲，伊刚刚讲啊，这少年呢，啊，有机会，哦，啊，这少年小党较弱势，甲帮助，是，对吧？所以讲，哦，寻咧走会忝啦，但是刚刚足甘心的啦。所以唔是讲民风剽悍，讲啊无咧，其实无，真正无，真正足朴实的，嘿，啊，真迄个，互人足感动的。我遐的选民是安尼，感觉唔知影建昌里啊是唔是安尼啦。哦，我这嘛是同款啦，因为吼，咱就是。即、这个咱行迄地方吼，因为我即个区域嘛真大，交你迄边其实拢比较较大，拢袂输。我遐320多平方公里、我100多尔。嘿啦，啊比嘿成诶，大家介绍者，即、这个中二选区吼，大概是254左右。哦，嘿嘿嘿，啊我遐边300多，所以是比中二选区还要大。所以你才选你位的点。阿伯，嘿，我迄边阁真特殊，即、这个将军。客家啊，北门，迄边是交这个新营，迄边合作一粒，做选立委的。哦，啊，所以你要选新营的议员？无，嘿，无嘿，暂时无。哎，这有啥？四议员八字没一撇，还是要去选议员？哦，还是选立委？嘿，啊，就是吼南平这边，就是迄个嘉义、西港、七股这边，佮交这个码头遐，嗯，嘿，叫小甲啊，甲选一个立委安尼，嗯，就是过古文迄个区域安尼啦。意思讲，你的选区真大就对啦。是啦，啊，就是讲吼，啊，这个状况之下，啊，就是咱这个一个砖头甲一个砖头，其实相隔拢真远，嗯，嘿，啊，唔过吼，你冇菜车嘛，对不？嘿，我冇菜车，嗯，啊，咱当因为咱当其实咱去选正经，我有看迄个。配话交迄个啥，交迄个夏伯范瑶，嘿，交范瑶，因刚刚咧讲迄个算啊，着候选人都去地方安尼一个走安尼，究竟有啥物效果安尼？嘿，伫我遮特别有效果，因为因拢会甲你讲啊，啥少年奈奈遮戆啊，
是安那，你要安尼一桩一桩啊，安尼一个一斤一斤安尼行，因为我拢是这边气温啊，哦，这斤安尼起伫咧遮啊，中隔一个大气温啊，有无？啊，对角遐一斤，烧水烧过，未晓搞，未晓搞，嘿，我冲浪直接冲过，未晓搞，嘿，我就是西边仔的餐厅行过，啊，你行过去找遐阿伯，嘿啊，用撞的吼。我还当用枪的啦，阿伯就惊，你讲不要枪夹还是安那？无啦无啦，我唔是十大枪支要犯，我比较厉害。人生啊头拢高调调，无呢？系啊，咱应该嘛着爱先放话讲，我要去你遐分温酸哦，啊看迄有人会安等无？有会等啊分跳。有影有影，系啊阿伯安怎互你惊着？无啦，啊就是伊啊阿伯拢其实拢会足甘心的啦，就是说眼中带泪讲啊，即摆选举无人咧安尼选。嘿，啊无人安选。系啊，因拢讲啊，因拢伊拢打官市区呀。啊，人较老热的所在，还有咧惊大尔。啊，咱这个吼小档，小砖头，嘿，那会戆到安尼啊，一斤一斤安尼行啦，啊，嘿，虽然伊咧甲你骂，啊，不过其实足感动的。嗯，我阁因为安尼，阁有去实在着一寡吼地方，无真无简单的偷人，嘿，啊，伊着因为安尼愿意甲咱斗相共，算认真啦，是啦，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来咱看到讲海线的朋友，其实因对这个戆戆啊、冲戆戆啊拼，嗯，其实因拢有一个真。特殊的体会，有这种同感，就是讲，其实因的生活就是安尼，就是拢无怨天无怨地，吼啊，家己是认真做。我即摆，吼我做稳啊，做稳啊，我正做正做，我做工就做工。是啦，吼，袂讲安尼好高骛远，而且是跟咱台湾基层的精神同款啦。是啊，嘿，好，安尼说来要讲个，啊，讲到这安尼，你300多平方公里，我100多平方公里，好，安尼恁遐有啥物好佚佗的所在啦？哦、你啊，六个行政区嘛，嗯，我可能讲大家拢去啊，找阿伯啊开讲嘛，歹讲哦，我若是要逐天找阿伯开讲，我嘛是有阿伯会当讲的哦。好，安尼吼，我遐工程足济，嘿，尤其是客家迄、那个，客家迄边迄个华东公园，嗯，所以你若是去遐，你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民情，比方说大家就是打牌，所以你的景点是迄个公园呢。诶、欸，若是有兴趣算。吉利亚诶，算即个白亚诶，啊，就手上有点钱的人可以过去看看啦。一打五十块安尼哦。诶，我唔太跟你讲诶，吼啊，就是可以过去那边看看啦，蛮有趣的。诶啊，就是我这边其实真侪风景，比如像有北门，伊就有一个风管处。嘿啊，风管。风管处。风管呢？唔是风景管理处。好好好，这是风。啊，这是我这是讲风管。唔是。风管佫爱用一个单位来管的。不会这样搞，不会这样搞。啊，就是风景管理处阿姨，啊、就是这边吼，拢会去用这个算真侪景点呐、啊。你参照北门的水晶教堂。哦，我知迄个高跟鞋嘛。哎、欸，不是，迄是家己。啊，好、啊，拍、啊、谁？迄是家己。哦，拍谁？拍谁？我都无选你去，我唔知啊。哇，啊无恁去请你来讲一下迄个高跟鞋。安尼换谣吼，恁这边刚才讲恁的高，啊，迄嘛唔是你的选区。哦，安尼吼。啊，不管啊，伊是家己当部的主意。好啦，啊你迄、那个，哎、欸。哎，家己去，唔是家己管啦。嗯啊，反正不要紧啊，他们也渐渐的要，大家整个大统一。啊，是啊，恁个有啥物景点？嘿，啊，就是诶，大多讲到北门嘛。嗯。北门迄边水晶教堂，哎，隔壁遐阁有一个正啊卡，看夕阳非常。哎呦，你是唔去遐约会？诶，无，拢去的时阵，拢是交志工啊，阁有交。所以你甲志工约会？是啦，嘿啦，无唔对啦。查某的，查某的。大家拢有，安尼吼，嘿，啊，大家其实拢是一群人，嘿，拢袂是单独两个人。哦，安尼算无爱。我先甲你讲一个，嘿，大台生的，你唔通安尼，等下家庭革命。完全套不出话来。可恶啊！可恶啊！啊，就是正啊，开伊迄边其实较早是一个晒盐的地方啊。哦。啊，伊即卖吼，都算是家己规个框框的。啊，即卖敢有咧做？即卖伊算框一个景点互你看，安尼尔。嘿，因为大部分你想，即卖盐业因若是要用安尼的做法，搁去这个做经营吼，较无简单啦。啊，遐是算讲就是一个完美的打卡景点。是啦，啊，你遐毋是搁有啥物灯塔？哦，我遐搁有一个国盛灯塔。哦哦。嘿，我即大前天打去尔，迄天落大雨，落大雨哦，到伊遐翕相。啊，毋过不管是落大雨。看到无？无咧走，就大号去遐翕相。伊是咧，实在是啊去走一条公仔，到到公仔走了了后，我都有经过，因为伊就爱为迄个正好搁摄出来，我想哦，教阮迄个朋友看，哎、欸，迄机看咧真特殊，迄边内拢是沙丘，啊，无来遐看一下，是安尼啦。哦，是啊，灯塔啦吼，嘿啦，嘛是迄个拍照打卡。嘿啦，啊，就迄天就拄好即、這个。
4月23日啦，新民生啦，啊，就是讲咧，老赖啊，早时啊，洗了了啊，就规拢去遐，去遐翕翕的哦。那景点也非常美，就是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就是国盛灯塔，那也是搜寻一下。好，阿哥再来的是，是不是有蚵仔吃到饱？哦，讲到蚵仔吃到饱，迄是七股。哦，嘿，七股迄个所在就是大家当因这个算山谷，山谷迄边其实都有一个真好的这个算山谷，嘿。三股啊！哦，我想三股，那不是海鲜吗？讲是有三股，三股在七股里面啊，所以你有七股、六股、五股、四股、三股、二股，刚刚无遮济。人迄个家人有甚物？迄个八堵、七堵、六堵、五堵，真的哦。啊，所以拢塞车哦，七堵、八堵拢塞车。原来是堵车的堵。哎，对啊，今天是堵车的堵啊。我也是尊重啦，嘿，你唔通安尼，你要选安古啊？我无要选基隆，哎，基隆啦，我无要选基隆。是吼，啊，你拢差唔多来万谈。诶，三个啊，迄边有一个算做这个，一个社区营造。我想一下这个词汇，这个词汇有叫啥？地方创生啊，重点是有蚵仔汤食就对了。诶，无，这个山谷迄边伊其实就是一个算活动，爱让带大家去耍。哦，我顶日查的吼，我甲放伫咧我的面册顶管，好哦，我甲大家公布。啊，因就是一个真正是做地方的这个活化，做了袂歹的这个经验。啊，再来就是你讲的，这个算七股吼，伊会用坐迪拜啊出去。吼，啊，就是去烤鹅啊，啊，伊当然有限制一段期间啊，就是这个鹅啊会当食较饱，啊，一定互你入边个遐。诶，袂歹呢。系啊，所以有闲吼，会当来阮七股这边去看遮个风景，啊嘛会当去遮吼，食这个鹅啊，那是诶鹅啊海爱好者啊，会记爱行好食啊。诶，你在食生蚝吗？生蚝你得爱先问看迄个船长看迄站的这个水质安那。哦，但是有机会安尼直接食，是，真好。有机会当直接食。啊，讲到阮遐吼，即马大家无要出国嘛，对。但是你来安南区，就是有出国的感觉，是。直接让你进入亚马逊丛林。亚马逊丛林，真的，是真的啦。阮遐吼，阮遐市场吼，大众庙附近吼，让你躺坐船，是。啊，有台江，嗯，啊，有绿色隧道，啊，也是迄个迪拜啊嘛。哦，平底船，哦，阿德在坐面顶，阿德缓缓的经过绿色隧道，阿能两边迄种迄落，圣公，迄圣啥物，红树林，嗯，哦，像我袂记伊名，对，哦，很茂密，哦，啊，有水生植物，啊，所以伫遐过，我相信应该就侪人拢捌去过啦，有啦，我有去过，拍照，系啊，啊，所以讲因拢广告就是台版的亚马逊丛林，哦，所以咱最近呢无法度出国，吼，因为未出国，嗯，对，会使去啊。是啦，赞！迄边我顶头去的时阵啊，阿哥有哦，嗯，阿哥有。你若讲热爱大自然，哦，自然生态，其实吼，我遐有，你去头家嘿，我遐有迄个台江国家公园，哦啊，其实有很多那个野生的那个水鸟，水鸟保护区，嗯，嘿啊，三不五时你看哦，迄个哦协会哦，一挂团体哦，因拢炸迄种大炮相机哦。看一组，无一组，我那可能哦，我那爱六位数诶种诶。哇！啊，底下你翕啊，吼，录影啊，吼，拍照啊，那个看很清楚。有。嘿，哎，尤其我遐有上出名，叫黑面琵鹭，你听应该。啊，我知啊，乌边头飞呢。对啊，嘿。乌边呢？嘿，就最终拢招行程拍甲面小瓜乌，哎。对啊，所以我们那边的自然生态是很不错啊，当然也有人文的部分啦。嗯。因为我们安南区吼。这个旧的地名有16寮啦，就是有16个不同的聚落，哦、啊，有每个不同聚落都有自己的那个信仰。哦，我认真跟你们讲哦。哦，对了，我们那边哈、哦，那个三月份刚好有两个很重要的庆典，一个是保生大帝，保生大帝他的公生，嗯、哦，阿、啊、廖就是迄个妈祖生，嗯，拢是农历三月份啊，所以咱们、嗯、哦，所有的庙宇都有很多的活动，有的比较传统就是绕境的，嗯，好、哦、啊，有传统的阵头。啊、有一些比较新潮的，他可能会结合圆游会、嗯、哦，圆游会街头艺人哦，啊在庙埕哦举办哦，啊可能有彩绘啦，小朋友的活动啊，嗯、很多哦，啊所以那个其实很多人会一起去啊，不过刚好也都已经结束了哦，啊所以要去要等明年，哎、嗯，没啦，这新民生吼，这种是咱们大家不会放弃热闹的机会，对啦对啦，不然太爽了，今天都介意劳累的，嗯，你参像。最近这个学校乡科大家结束哦，啊，恁的迄个吴公正听讲有上新闻呢、哦，这真正无法度，因为
庙会这个文化吼，就是豆豆啊，遮细汉时光桥的遐个人吼，因渐渐慢慢会老，啊，有当时啊，这个中间衔接吼，就较接袂到啦。所以因当初是嘛是拢哦，一直去找讲啊，看有人会当来到光桥。即卖全台湾吼，所有的乡口内面，单剩一颗这个亚当丁用人去光。南营总共有五大乡科啦。哪五大我就不讲了啦，啊，就是吼，这个客家乡科是真正是全台湾唯剩一个尔，因用人工去扛这个亚钢钉，所以嘛，较会去强调讲，就欠人工。一般不是都会挂链啊？系啊，啊，但是人工的对啊。哦，厉害呢。啊，亚钢钉就是会去路口啦，会去如果有冲着山的所在吼，去遐算做一个破土的动作。嘿，做人工你只。你才跟他跟他们去学甲持戒黄道经，系啊，所以你是身历其境的对啊，系啦系啦，因为吼，真正是参照之前迄个小博那一集，我也有看，就是他有讲说这个为什么候选人喜欢去庙会，为什么？嘿，我甲大家报告，社经的时吼，尤其是咱这个超地所在，大家的信仰，我刚刚有讲嘛，就是因为政头的关系，所以大家其实跟庙很紧密。没错。所以当庙要闹热的时候，伊嘛是会把遮的这个香案都全部摆出来，就是要来这个敬遮遮的神明啊，感谢恁的保护。对。好、哦，所以其实阮遐哦，你甲看，迄、那个客家迄阵要出来，逐庄因几乎拢是80%的人口，因拢出来摆香案的。当迄个时，咱也是要来这个算哦，分文宣人，吼嘛、较好分。啊，甚至就是安尼，因为我迄当时头，你食烧肉呢？啊，是哦，可恶啊！啊，就是这个第拜六，因为伊迄三头个三工嘛，拜六礼拜拜一，吼、啊，我就算是到拜六礼拜我有找志工，但是拜一。较无，啊，我家己一个人去洗，同款足好洗，就是讲，因为咱通常拢有当时也会惊讲，啊，就家己一个人去共拜访，会惊怯场。对。啊，不过你只要有点头对咧，你敢若参照因咧家己做事啊，呢，就是整个气氛很欢乐，然后你又可以去递名片或是递文宣给人家，大家就会觉得说不会这么尴尬，而且很开心，就是跟你互动。对，而且通常送的人甲你补充啊。哦，五大乡科来，家己念。土城乡、西港啊乡啊、嘉义乡、客家乡、麻豆，吼麻豆乡科，南宁五大乡。感谢你，感谢你。我甲你讲啦，我去完全吼，我嘛去对你绕境啊，其实就是吼，很好的机会跟选民做互动啦。是啊，因为大家拢会出来伫门口摆香花啦。是。嘿，啊，但是吼，咱有个人做厝边，咱有个可别讲咱，迄个友党，咩友党，竞争对手党。哦，迄个烤酸盐，哦，拢做爱对里庙咧，对里桥边咧跟桥啦，嘿，是做趣味啊。咱是伫对里上后壁，哦，每一户拢去甲伊吼，爱写字啊，文文酸开讲啊，啊，所以这是咱的迄个重点啦。啊，虽然咱嘛是一个做进前的先去参加，但是讲咱有咱爱做的工课，嘿啊，所以我就想讲，啊，你若只爱跟桥，你去参加桥班就好啊，你对不？啊，丢出来算啊！拍死我失态啊！对啊，重点是选民啦，因为咱安尼有只迄时间吼，甲因计较啊，开工知因的心声啦，是安尼啦。啊，无咱就连工吼，招招来参加球班得啊，是不是？是啦，好，是哦，时间差不多啊。安尼吼，啊，那么有要回复？我补充一下，就是讲吼，大家明艳讲这个行伫球班上后尾嘛。其实我迄个时阵，我是行伫咧上头前，对哦。但是无法度，就是黄金太热情了，你知无？大家拢要甲你拢来帮你刷的对。我倒位上头顶哦，啊，看到上尾顶，啊，这个伫上尾顶，佮总个上头前。嘿，阿哥安尼，厉害，安尼一路落来。我管你叫黄建昌，凶啊！嘿，我懂。安尼，咱是要回复网友的问题来看一下，有无？网友好像已经都回完了。安尼呢？嗯，好，啊，这个 Q&A。好，安尼建昌，你的选区这么大，你一天上远走到倒位去？哦，一天上远哦，啊，就坐一轮啊，系啊，啊，就早时啊，七股迄边啊，就有偷人，所以你算身体一寡状况啊，离开啊，就咱去迄边工地去。你算日行百里的对啊？嘿对，啊了，后一条走倒咧，走新营，因为新营迄边有一个福源的迄个啥，迄个叫做。
殡葬所，做侪人拢是哦去挥霍啊，啥物嘅去砍伊遐，所以咱嘛去遐第一，因为哦可能某一个宗庙啊，佮有一个委员啊，可能嘛是前一阵就是天气变化较大，哦安尼离开啊。就是啊，佮刷来放门，佮有一个活动，吼啊，佮招迄个八十七，我先我袂记，我拢袂记。你嘛是算时间管理大师的对啊。嘿啦，拢爱安尼，啊，就是啊，佮招等来，吼啊，佮去放门迄边参加一个活动，活动参加了，吼啊，佮转来即个嘉义这边，吼啊，找遮个头人，啊，佮来讲遮话，啊，佮坐等于七个，因为暗时啊，佮有即个叫做啥平安宴。吼，就一道一道安尼啊，分分算啊去花安尼。厉害，厉害，有影即我无法度。我敢若一个行政区啦。啊，毋过通常安尼走了一工，隔工爱倒一工啦。安尼哦，了解。好，安尼我遮嘛有迄个网友甲咱问讲，吼，讲我进前是研究艺术史啦吼，啊，即摆出来选的心情是啥？解甜。因为吼、哦，你大家拢知艺术史是啥物，就是做高尚的嘛，不是说假高尚吼，拢伫迄个美术馆啊，穿水水，吼、穿啊真缘投，啊伫遐咧安尼指指点点，啊无伫遐看，哦，啊啉一下咖啡，哦，啊遮大家伫遐咧看好难哦，啊，一百度感觉哦，做感想安怎？这边袂歹，嘿嘿嘿，吼、哦，所以选剧了完全无同款，解甜，啊第二选甲无朋友。只要找到无朋友，我来讲，我伫脸书测试过，我伫我私人的脸书吼，我就大讲啊，陈澄波的这个画作，啊，这欧洲的画作，吼，啊，这个什么瓷器，哦，啊，解释了，大家拢按赞，哦，拢真济，啊，留言反应非常的好，啊，这开始讲政治，啊，咱即马吼代表台湾基进，咱在参加这个，吼、咱这个市议员的参选，是，无人看，按赞拢无，忽略。啊，无留言，啊，所以选甲无朋友就是安尼。遐人心着惊吧？就是哇，安尼是，你这个人咧少年啦，像你迄个，就激进着，啊，阮着台湾激进美，对不对？我咧改党名对。无啦，改党名爱大家投票啦，嘿。啊，但是吼，嘛好处就是讲，咱吼这群朋友比较不敢明面吼，台面上甲咱支持啦，啊，但是咱。有另外交到一群新的朋友啦，是，就讲咱对台湾这本土的意识文化的建立，对台湾本土的政权，会当做较有效的吼，有效的在下监督，其实对咱有这个支持较期待啦，啊，大家有起港心来做这个代志啊，所以讲，出来算进前，甲出来算了后，其实拢算讲一直咧认识新的朋友啦，我刚刚讲嘛是一个人生真好的经验啦，啊嘛，因为咱较早咧做艺术史嘛是希望讲建立台湾本土的文化，啊咱即摆是透过政治的方式，来翻头，来去来看台湾这块土地，啊所以讲，我定讲我是过去我是采用迄种文化的方式吼，希望能够来看待台湾的一些事情，但现在用政治的一个情况，其实都是人的工作啦。对我来说，其实是都蛮好的经验。哦，嘿呀、啊，时间刚够够，哪够够？我讲一个物件啦。就是大家其实，我去本寿呢，一分钟。一分钟，我先去本寿，你家己讲，那来不及。哎，不然。哦，30秒，行起好啦，啊，就是好顺利达标，不管，反正就是大家吼，若是介意阮这个创造基金吼，啊嘛欢迎来追踪这個王明燕吼、文化台江永续安南，对啊，这个粉丝专业，啊，对我家真有兴趣，刚刚讲我讲的家的这个种景点，你个实在想要说，欢迎到的、黄建昌啊，大北门冲。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脸书粉丝专页，来按赞啊，继续关注我们，我们也写更多跟在地相关的一些文化啊，然后还有跟这个当地的一些文史相关的一些东西，好，欢迎过来看，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吃饱未？啊，未吃紧吃哦，啊，你紧吃，我过工我拢啊未吃完，好，大家吃哦，拜拜。